从第一辆到第100万辆，我们用了13年；从100万辆到200万辆，我们只用了1年；从200万辆到300万辆，我们仅用了半年。早在2003年，比亚迪怀着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初心，进入汽车行业。为了用户的安心，比亚迪将安全进行到底。第300万辆新能源汽车的下线，既是一个历史的节点，更是一个新的起点。未来呢，我们将形成比亚迪品牌、腾势品牌、仰望品牌，专业个性化和全新品牌的矩阵，用绿色科技和卓越的品质，给全球消费者带来多元化的选择和更愉悦的体验。非常的开心，也特别的荣幸，可以成为比亚迪第300万辆新能源汽车的车主。